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欢迎大家来到992啊！喜欢92可以点下92的直播通知，常年招收场控。还有就是喜欢一行的可以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勾。这两天来大姨妈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跳那种特别飞快的舞，让今天尽量啊。然后第一支舞给大家带来是一个比较性感的舞蹈，送给你们。拖拉机下一个跳啊！拖拉机下一个跳，第一个给大家跳一个比较性感吧，第二个给大家跳拖拉机啊。那个就来大姨妈的动作幅度不能太大，然后明天就好了，明天应该就会好了，大家不要介意，我今天动作幅度确实不能太大，然后下一个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快一点，然后喜欢一行的可以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勾，我是每次大弹窗的都会给大家跳舞的，所以大家就勾勾直播通知了，就可以说弹窗来看我跳舞了。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勾，手机户这边有一个橙色的关注点一点，橙色的关注点一点。刚才那首歌叫 Something。
Oh.
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带大家一首比较性感的吧，比较性感的。然后喜欢一行跳舞的可以右下角，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勾，我能每次拉弹窗都给大家跳舞的。手机用户呢，点点这边有个橙色的关注，如果橙色的说明你还没点上，如果紫色的说明你就点上吧。然后喜欢九九二的宝宝点一下九九二的关注，二十四小时健康任务可以带给大家。高跟鞋啊，也行的，下一个舞给大家穿一个高跟鞋吧。主要今天来大姨妈了，跳舞跳的就比较喘啊，比较喘。来吧，下一首舞蹈送给大家。就这个 今天那个来大姨妈去有点跳不动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下一个15分钟，我换件衣服给大家再跳。然后喜欢一。